被网友发现郭碧婷的 ins 账号没有关注向朵，而向朵目前还是关注着郭碧婷，两人许久未互动了，也没有同框。郭碧婷近日独自带女儿飞香港更是引发热议，而早在去年8月份，有网友问向太他俩还好吗，向太回复好好的呀，蹲一个向太带他回应。